当然有机会你肯定还是要去来打进攻。本节目由高端白酒董酒特约赞助播出，董酒懂健康，喝董酒更健康，高端白酒你值得拥有。这是一个漂亮，看谁更稳，谁更稳定。真快，漂亮。哇，漂亮，都是全面综合去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抗，球有点侧风的感觉，漂亮，这个球往前的一个，赵俊鹏今天其实整体防守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，直线漂亮，这是关键分当，好的，可惜
vom Finale steht, von einer der Publikumsmannigen Applaus auch für den Unterlegenen aus Dänemark, Jan Christian. Bitte.球一个习惯，你像包括像陈龙，龙哥拿到奥运会冠军，包括。接外的。好球，跟对方太多纠缠，其实可以多打一些下压和压制一些这个林俊逸的一个下手球。就隐蔽性，漂亮。压的他这个反手比较难受，而且球给的比较到位啊。林俊逸呢底线，决胜局啊，赵俊鹏还是要延续第二局的战术，首先减少自己失这个球，应该分差被拉开到五分了。
这个球挡的质量很高，平高压头顶。现在这几分自己也开始有些失误，赵俊鹏这段时间要抓机会，争取能追几分。漂亮，控制好。漂亮，可能现在已经下降了。对，推出去，他现在强杀杀不动了。这球杀的。哎呦，这个球冲就是正确的，当然有机会你肯定还是要去来打进攻。前想去通过控网，然后呢创造一些机会，当中赵俊鹏没有过，这样的话决胜局21比0。